7月21日，有网友在某论坛上爆料了疑似鹿晗和关晓彤分手的消息，称两个字的少年脸和长腿格格，双方的团队正在铺垫分手前的通稿。有媒体求证鹿晗方工作人员，对方辟谣称没有此事。08、09上海堡垒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